应该是传统的文化已经到了最后，要接最后一个棒子，已经不能再等待了。所以就这个第三个十年，我们就开始努力从幼稚园的教育开始，人的心的那个方向跟使命，可以决定他很多做事的方法跟他的结局。大爱二台今晚10点，今夜说新闻。